勇士你好，欢迎来到 EFZ Rush 游戏世界，我是你的 NPC 小南。我们的目标是找到那个失落已久的宝藏，你准备好同我一起勇闯天涯了吗？前方等着我们，地图在手，天下我有。事不宜迟，现在就上路吧。众所周知，图书馆是供勇士们修炼提升秘籍、研习飞升技能的地方。每次午休、放学后、考试期间，这里总会坐满认真学习的勇士。做为什么呢？可是先到先得哦。可恶的临时怪兽作祟，被诱惑的勇士们总把他们带进图书馆，弄脏书本，浓烈的气味到处都是。勇士，你听 ，EFZ TV 的小电视正在呼救。大侠，大侠，可恶的肌肉男抢走了我们电视台的所有设备，高级设备摄像机和航拍无人机里记录着关于宝藏的重要线索，请你帮我夺回。哈哈哈，愚蠢的勇士，告诉你，本大爷就在电视台，哪儿都没去，尽管放马过来吧。哈哈哈，你居然找到我了。那只要回答的问题，我就把这些厉害的设备还给你。哼，这次是我大意了，你们给我等着。勇士，谢谢你帮我夺回了我们电视台珍贵的设备，这台相机里记录的宝贵的线索。恭喜你拿到了宝藏线索照片，但前面的征程还很长，请不要掉以轻心。抽到科创大王的战帖，让我来看看他出的难题吧。什么？皇二有多少实验室？勇士，跟我一起往前走。科学楼中有着大大小小、青龙一目、五光十色的各种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里都隐藏着各派系的独门秘籍。比如在生物派实验室之中，探索记忆面包的实用效果。在实验室中调制脑内生化药水。不、哦、糟糕，科创大佬已经等不及了。嘿小子，你必须现在就告诉我答案。回答错误，激怒了克奇一爹，正在身后暴走追逐。是谁闯进来扰我的清静？哼，不成体统。这里是钻地维纳斯管辖的地盘，供勇士们享受音乐、美术和心理课程的熏陶。哼，招惹我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你已经被我用隔壁实验室里新研发的艺术迷魂器感染了，去歇会儿吧，小子。总算是醒了，虚惊一场，亲爱的勇士，赶紧继续前进吧。食堂就在寝室的旁边，你去找个人问问路吧。食堂如此神圣的地方，怎么能让你随意进出？快跑起来吧，
飞速奔跑就能到达。奶茶蛋挞蛋方便包饼干果汁双皮奶鲜花饼炸鸡腿等等各种甜品饮品食品全天供应，是勇士们的不二之选。恶货，快去回血吧！是不是觉得自己重新充满了动力？让我们继续踏上征程吧。奇怪了，唱跳 rap 篮球全能的神秘巨星啥也没说，就让我们到这里来找他。咦，怎么灯突然暗了？回答正确，写题技能超时空之旅。一年一度的 EFZ 游泳大赛又要开始了，但是游泳池被一个自称是 EFZ 小迷弟的神秘人占据了。他说只有回答出了他的问题才能归还场地。我们已经离最后的宝藏越来越近了，开心老朽邀您前去决战黄二之巅，赶紧随我一同前去。陡峭的楼梯通往的是，天哪，圆形天顶！你便是那个此番前来的勇士吧？哼，能走到这一步的人可不多啊！我看少侠你骨骼惊奇，身手非凡，天赋异禀，才华横溢，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呀！老夫有一毕生绝学，名曰哈斯大学习之神，厄夫增小魔仙超级飞天大法，今日欲传之于你。学成了磁功，也能助你更快找到宝藏。多亏了贪心老朽传授的功法，从空中俯瞰，我们终于找到了这里。它一定就是宝藏的埋藏点了。太棒了，我们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咦，地图上写着五只宝藏，其色有三，为何？或许缺的那个就是你吧，亲爱的勇士。有了你的加入，才能称之为完整。